随着多地持续高温，一些天然的避暑胜地成为了不少人出游的首选目的地。内蒙古阿尔山市全年气温都偏低，即使是在盛夏依然凉爽宜人。换季式的避暑体验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。位于大兴安岭中段的内蒙古阿尔山市，6到8月平均气温为15.6摄氏度，凉爽宜人的气候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避暑。我们那边现在基本都在35、40度高温，然后但是这边的话其实就20多度，身体感觉很凉爽，非常美，非常美。山美水美，云彩也美，人也美。朱可欣在阿尔山经营着一家农家乐，虽然店面不大，但生意红火。当地还对朱可欣这样的小微企业进行了免费厨艺培训。如今，这里的农家乐上新了不少具有地方特色的菜品。几天都是这样的表现，这样看出我们现在这个旅游业都在慢慢的逐渐在回暖。游客来了，我们就有信心加劲去干了。据当地旅游部门统计，1至6月，兴安盟接待国内游客387.45万人次，实现旅游收入23.26亿元。